买房除了看价钱，还要考量什么呢？当然是居住环境啊。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就是可持续性。大马发展商优宾机构今年凭着 Park Tree KL South 公寓摘下马来西亚产业大奖后，如今再下一城，夺得2024年世界卓越产业大奖的殊荣，在世界众多高楼住宅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最大亮点莫过于与大自然融合的建筑，打造一个既舒适又宜人的高楼住宅。这一次得到这个奖项是真的有一点 unexpected。 我们觉得这个奖项当然不是对我们是一个认可，可是更重要的，它应该是对我们 play a reminder role。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很多买者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我们能把这个 project 做得更好，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价值。那么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其实赢这个奖不代表了什么，真正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如何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好。2024世界卓越产业发展奖在新加坡璀璨上演，来自吉隆坡的 Park Tree KL South 公寓是我国发展商优宾集团在巴生谷的第二个发展项目，在提升都市人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下了不少功夫，其成就荣获国内乃至国际的认可。其实我们在 designing Park Tree 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绿色为主，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如何为你的买主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就从最容易的方法下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product design improve，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得更深一点，哎，我们对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啊，我们怎么样把它 integrate into part of the design， 然后接下来又从那个方法看，哎， once you look into that， 你怎么以这些 greenery improve on 这个 biodiversity， 怎么样吸引这些昆虫，怎么样吸引这些动物， then from 这边一步一步我们就把它做得更好，这个就是我们重要 的 emphasis。是的，买房毕竟是许多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投资，满足买家就是优宾机构的首要考量。为了给住户创造更美好健康的生活， Park Tree 公寓采用了自然空气冷却与通风设计，还有多层次景观的楼层设计，公寓的绿色景观甚至超越最低标准的3倍之多。我觉得我们以后要想更深一点，如何跟我们其他的 competitors 一起更深一层的探讨方法，去研究如何大家能够 work together， 不一定是说只是 competitor 的角度，我们应该从更深一点去看如何把东西做得更好，为大家带来更大的福利，更大的 improvements。心怀雄韬伟略的拿督马学里更希望日后能够与国内众多的优质发展商达成共赢的合作模式，给如今与未来的都市人打造一个永续且有规划性的社区。